阿诺和好朋友们在树林里打球。快我勾！嘿！阿啾！树上的杂货店。这边看一下。真奇怪。哪里去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。一定可以找得到啊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们觉得球会不会在上面呢？从来没看过怎么办？我掉了啤酒。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你是老板吗？不要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都是刺。你是刺，我也当然会有刺哦。可是这些刺让我交不到朋友。鸟儿有翅膀，鱼儿有背鳍，因为不一样，让人有想象。所有人一起帮忙布置商店。爱漂亮的向美美也想到了好办法。谢谢看这个，好酷的包包哦！你真厉害，谢谢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经常会听到许多的笑声。这家店超酷的，谢谢光临，下次再来。太好玩呢！祝你们顺利回到南极哦。